我们是 Boy Story。 今天我们来这里就是来体验各种的游戏。你们平时有玩什么游戏吗？看剧的吧。有很多，超级多，十个剪子布输两个，然后选道具一个。输的话就要拿那个挡着，然后挡到自己脸上；赢的人就会拿那个砸的东西砸他。还有这样，我数一二三，然后他的头的方向是或者上面跟我坐的同样的方向，他就算输。来，示范，一二三，看他跟我一样。哎，我呢？其实砸的话，估计我就毁容了。准备，石头剪刀布，石头剪刀布。已经挡完了，挡完。对，已经挡完了。行，好。石头剪刀布，石头剪刀布。石头剪刀布，石头剪刀布。搓一搓。好，我赢了吧？耶、yeah! ！KO！ 我跟龙哥。咱俩参加来赌一下吧。我觉得龙哥手速快，我觉得龙哥会赢。贺星龙赢，我赌徐远能赢。准备，石头剪刀布，石头剪刀布。雷神，雷神，雷神，靠眼睛有光没？你打不了，好搞笑啊！石头剪刀布，麦都跑掉了啊！嗯啊，石头剪刀布，石头剪刀布，我赢了，我赢了。我说什么吗？我九十要能赢，双一就一定会赢的。石头剪刀布，石头剪刀布，石头，石头，石头剪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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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布，石头剪刀布。哈哈哈哈哈哈！犯规，犯规，犯规，行。谁赢了？于子宇赢。于子宇。所以赢了。三二一，好。其实你脸不是很搞笑吗？太搞笑了，你们俩。好看，我问你们学历的啊，把自己玩死了。来，恭喜立成，成功把自己给玩死。三二一，笑吧。哥们儿，你牙上沾有东西，我看一下。紫色叶子。哎，你牙是什么叶子？芹菜叶子。空心菜，西兰花叶子。你牙上卡了个萝卜。牙上卡了个萝卜。Double kill。来，你学。Triple kill。天哥，这怎么又来开船了？真的啊！别说，这样输了。第三局玩的有难度的，前两局咱们玩的比较轻松。这局如果谁输的话，这样子，输完走到身上做佛手。好，两万个，一两千个吧，不要太多。做三个就行了，做三个。三二一 ，Action！ 因为你牙上卡了一波，卡了一个萝卜，真的。输不了，要吃蜜蜂。别，咱们光这样的话倒没有用，咱来再想一下，平常咱们常用能逗他们的狗。烤烤面筋，我的烤面筋，每天让你吃了都开心。
我来帮你配音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让第二让余振宇做惩罚，来来来，我比你高啊，对吧兄弟？往后来，你可以求助别人，我来，我来，哎，来，妈抱你坐上，来，三二一，呀，哇，你要变身了，啊。太重了，速度扶着他自己来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，我觉得不行。八、九、九点一，十，好，十，恭喜大家。十一个。好，三二一。啥？天灵灵，地灵灵，来天爷快显灵！什么老天爷？太二了！我觉得是余泽宇。我也感觉是我。这是龙哥。龙哥一。哎呀哦！我一样的，我咋办？我跟你讲，你从一那个面扔，你就会扔的越大。哦，因为这边有个六。对，你从一那边扔的话。下播哥来个一。来个一。你们俩再扔一次，哎，你来个六，来个六，命吧，六，龙哥绝对是，哎呀，咱俩来赌一下吧，我觉得龙哥手速快，我赌十秒能赢，来个六，来个六，命吧，一，二，四。我摸到了，那是钥匙吧？啊！啊！使劲退，一退全都摸着。往下点，往前，往前，往右，往右。好了，不是，你们不能提醒。啊，不提醒，不提醒，不提醒。我是不会提醒的，你摸着人了。啊哈哈！贾涵宇，贾涵宇。哇，我踩着一个人的手。穿到那个口袋里了，哎，逮着我！我这炫这个好厉害啊！哦，这炫这个机制像这摄像一样。36秒，下一个小雨跟新龙吧，来，你进去的时候你把它先打开成这样子。一点一点，先把胳膊肘套进去，套进去之后你再伸脚那样子的。待会儿表演高难度动作啊！三二一 ，Action！ 你自己先往里穿。待会儿表演高难度动作。我看你现在该怎么办？让你拿出来，你不去了吗？很帅，这不是超帅的方法吗？穿一半。
你让鱼嘴鱼帮你可以，你帮鱼嘴鱼，让鱼嘴鱼帮你。你这皮什么呀？我皮什么差呀？我这。Oh my god！ 这游戏太 swag 了。哎，有戏！哎，有戏，有可以。看见没？什么叫厉害？你用脚撑的时候，你看，胳膊肘撑到最大，撑到最大，拿胳膊肘撑到最大，撑到最大，你跟穿衣服似的那种感觉。对，站起来，跟我刚才风筝一模一样。穿上了吧。看着，想吃吗？来看看，快给我，给我。这个看，Boy Story。这个吃了再好，咱们一会儿一起吃。站起来了，哎，别动，我怎么要这样子？再穿一次，快快点，快点！你闪电啊你！跳！我怕跳。快点埋下去。跳！跳！我听了。跳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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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是葡萄吗？这不是。想走就走，不走就不走。哦，我掉。那葡萄。想法再说。挺脆的。吃。橘子好像。哟。葡萄。一会儿再吃吧。嗯。好，把我们奖杯放回去。合起来就是葡萄。自己人第18个，我输了，我一分。来。Are you ready？ 开始。但是如果到李子豪，如果到李子豪。来吧，要吃柠檬的呀，这个吃柠檬来吧，我要吃柠檬，两个，你可以再补一脚，哟，点一个，三个，四个，五个，六个，七个，加七个，8个，9个，8个，弟子啊。咱们各提了两个。咔咔咔咔咔，重来重来。只要一人提两个就能过啊！我提三个。对，咱俩互相帮他们一下。来，三、二、一，开始。一个垮了。三二，两个。我没放 bug。两个啊。哇！几个？说四个，我没看清，这样刚才好像听了四个，那十年四个啊，搞不是四个，应该再七四个。哎，全在吃柠檬，快点狗，快点，我想吃。5个了，6个，7个。我也是先狗明蕊啊，我靠，这一下就下去了。谁个？你的负担是5个。好，一个就废了，我赌100块钱。好了，看到没？我刚。七个，这是七，这是七。哎，这是七，哎，这是七，这是七，这是9，7个。你第3个就行了。一。上柠檬！我刚踢了7。哎，不是你踢了1下，啊，踢了2下。兄弟们，来呀，吃一次呀！我也想吃。来吃啊，大佬登场！哇，他最爱吃柠檬了，我的嘴现在就是酸的。来吧，老二。关死了！天哪！
我就不明白世界上为什么要有柠檬这种东西呢。狗狗，我们第二号选手，来，狗狗，你站上，你站上，开始你的表演，请开始你的表演。挤了，挤了，挤了。三二一，吃。狗狗，我替你吃吧。不是，我自己。啊！我已经开始感叹人生了。酸吗？加油！你别说话了，不酸，嗓子疼。吃吃吃，休息一下。好，吃吧，孩子，我相信你啊，孩子。我吓得我都不敢舔了，这个。我现在也酸了。来，小雨快去吧。我一口直接整个吞下去，除了皮以外。中国好汉子，背顶腰子。小朋友，你的右手，你自己给你自己挖的坑，你哭着也得吃完了。你先把皮肉给你剥了，我帮你蒸。剩下把剩下给吃了吧，剩下都是能吃的，这是你自己干的好事。吃了吧，吃了吧，吃了吧，来，这个还比较，这个比较简单，一口就吃了，放嘴里。三，嚼两口，把它想成那个，对，吸肉的感觉。不能吐，不能吐，忍着吃完。太酸了，让我们都饿了。先生们，给导师一句话，来吧。好尴尬。不过是你们，瞧这喝几水，真的有点受不了。大家安静，听我说话。我现在在我吃柠檬之前说一次话，咱们一会儿还是兄弟，咱们下次再见，大家再见。我妈妈妈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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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怎么妈呀，我讲你怎么你怎么复活吧，你怎么还有脉搏，还有脉搏，算到你满血复活。我知道李子豪需要一个急救。这个是我。对此呢，我也不想多说什么了。其实我一直认为柠檬不会那么的酸。对，其实呢，还没有我的事，我踢了两个，我们还要陪他们一起吃呢。都怪他。对，惩罚，都怪他，惩罚。我自己吃，不要着急啊。哎，对呀、啊，家伙哥不是踢俩？对啊，谁一个都吃。我有点感觉。刚才就我身体的某个部位，就是突然说了一句，就是我也要吃。所以赶紧吃吧。给我了一个这个，其实我没有说那句话，我也想吃。赶紧吃吧。我韩姐不让我都吃。你就是传说中的男人，假男人。假哥哥的心心。来了，开始抖了，开始全身都抖，开始吧，开始吧，开始。来个正鞋。世界上最酸的柠檬。最甜的葡萄。来吧，来吧，来吧，来吧。我世界上从来没有这么酸的。
啊，外面这么酸，这么酸的东西。来来来，我看上去是怕而已，其实虽然也怕酸，但是他就是。我嘴唇还有那个味道，刚才我舔了一下嘴，太甜了。我山西人能称醋。我来一点醋。喝了，单手喝。来，这家吧，这是我。准备三二一，站队，站队，站队。左左，在那左，在那左。你先不用上去，一会儿先把手摆好，一会儿三二一，这样。你往下。他还把肚子往前挺，屁股往后撅。肚子往前挺，屁股往后撅。然后你是抬起来的。哥们，你调试。他不是肚子往前挺，是啊，你是这样子的，你是这样子的。龙哥，准备吧，把脚放到后面的地方，然后这儿。狗是这样，狗哥，这样别抬起来。准备，三，别抬起来啊！一，抬脚。抬。来啊！我是启阳。我是启阳，我会上楼，我会上楼。我是启阳。我是村长。来，别乱。拿着这个。从头到尾是顺序。我是灰太狼，你是喜羊羊，然后慢羊羊，慢羊羊是美羊，你是美羊羊，你是懒羊羊，你是沸羊羊。不，哎，这个表情什么鬼啊？你是沸羊羊，就是啊，没有暖羊羊，按顺序来，你别着急。没有暖羊羊这个是我。哇塞，他只有四个指头，就没法摸。我能，唯一的就是我。来吧，来。那太瘆人了。太瘆人了。四个指头。来吧，看看自己的表情。德雷哥，你就这样子。德雷哥，你就这样子。来吧。不是，我还不知道我是啥问题。沸羊羊，你刚才不学了吗？你看你这样，对，就这样，就没有，它是这样子的，手是这样子的。你看，这个都是这样子。我得学到会的。流口水的懒羊羊来了。准备三二一，开始。啥？我是李志仁。来，站好，站好，我给你们翻。好，我你任舒漾，雷神是郭明瑞，这个是余泽宇，这个是李，就是你李桃。来，搞好吧。图片哥哥，我新龙。我新龙舒亚，这个是郭明瑞，这是余泽宇，这是李子豪。三二一。啊，这是什么呀？知道了，像这样。如你所见，就是啊，我知道了，这样子，来，是这一个，咱俩这样，你这样子，像这样，听我的，三个了，咱们大的三个，你看，这样，咱俩手上这样，立条是这样就可以了，立条是这样的，我俩手是这样的，是在这个地方的。你下面连着，然后中间这块露出来。看我一下腿，他的腿是这样子的。你们先把我们看一眼。来，好，拜。这块儿吧。他这个你根本就是完全靠的我这个。好了。二一。今天呢，是我们暑假的最后一次开学了。辅导前暑假。其实放松之后就该投入到准备我们的休息，辅导休息室哭吧，还有点血，没关系。别打，身体打那么伤，搞得我也想哭了。今天不能玩，明天还玩。香美了。那大家现在吃蛋糕吧。好，切蛋糕，来一起握着。Boy, sorry, 为了出道努力，加油。咱们把今天咱们得的礼物也拿过来吧。这个想法挺好的。水壶。哎呦，这是，我觉得这是咱们吃到前最后一次跟你这么可以 happy 的吃了，你们开心吗？开心。你们感动吗？老师，你们过来弄。
来，哥们吃啊，哥们辛苦了，哥们。老师辛苦啦。是。哎。啊。可以吗？反正我们现在已经 delay 了，然后可能就不礼貌，就可能要取消。先不录了，你们自己看一下吧，你们自己看。